劇集《同盟》將於八月七號晚播出。呢日一眾演員包括陳展鵬、鮑喜靜、陳山聰、黃長興、張秀文、李碧琪等齊齊著上運動裝宣傳新劇。劇集除了有詹輕和胡定欣呢個是弟是後組合之外，仲有鮑姐呢位香港金像影后參演，相信觀眾都非常期待佢哋嘅演出啦。身為男主角嘅詹輕當然都唔例外啦。因為好多唔同嘅海外嘅地方咧，佢都中意睇我哋香港嘅一啲紀律部隊啦、一啲專業人士啦，同埋一啲一啲槍戰啊嗰啲戲啊，覺得特別有型同埋拍得好有味道。咁同盟就係正正係呢樣嘢，而且佢不失佢自己本身頭先講過個劇情同埋嗰個傳統嘅母子情啦，所以我覺得幾人性化。係咪同阿鮑姐佢哋成班感情都好好，拍得好開心嘅？好開心，係好開心，好開心，好似一家人咯，真係。同埋今次鮑姐呢個角色。是我可以話是觀眾未睇過嘅，係另一種嘅演繹方法。咁包括我哋演員裏面啦，同鮑姐相處啦，同埋觀眾睇到佢呢個感覺都係另一個鮑姐。所以我自己都好期待，希望即係大家會中意呢一個嘅 combination。詹輕同善文由呢對非文情侶嘅戀情疑幻似真，但兩位當事人都冇承認過。雖然鮑姐早前話詹輕拍緊拖，但之後就澄清只係一場誤會。而善文又日前出席活動時就話希望低調處理感情事，唔知詹輕又有咩回應呢？自然咯，自然，其實自然咯，因為其實演員雖然係幕前，即係都係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係咪？但係其實都係人嚟嘅，都有自己生活嘅，都需要啲時間去適應同埋去了解嘅，係嘛？咁如果將所有嘅嘢都擺曬出嚟嘅時候，就好似成個人都要做緊戲咁樣，係咪？即係我諗我嘅性格，希望可以俾翻少私人空間同埋可以俾我唞下氣啦，因為其實都差不多半年。其實亦都唔係一件咩大件事，只不過講嚟講去都係講緊，喂，你有拖拍未啊？私人感情就係咁樣，咁變咗好似將件事小題大做咁樣。咁我覺得即係觀眾就一定明白嘅，一定聰明嘅。新劇集合一眾實力派演員，佢哋喺劇中更打戲連場。見佢哋呢日個個都身形 fit 爆，狀態大勇，就知道劇中嘅動作戲有睇頭啦。今次同咁多位後輩合作，鮑姐都好開心。而劇中兩個仔詹輕同山聰嘅感情事，佢都非常關心噶。劇集除了有多場動作戲之外，當中亦不乏搞笑情節。